坚持到现在了哈，虽然可能我是刚刚的行李洗啊，那就也没有关系。那我们是第一次办这种活动，所以啊，当然当中啊有比较不完整的地方，那没有关系，多办一次活动就多一个经验。好，这是在办活动方面，我那个刚刚讲乱中哦，也乱得大家很高兴啊。啊，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啊，那你请来这里贵点啊，对。当然，有的同学有很用心，那已经唱得非常好，我感受到了。那有的同学他唱得不好也没关系，我也感受到你有用心的。啊，这个大呀，这个大呀，就是要多赞，卡住的是你的，有机会就是要站上来。你有没有用心？有用心的话，这个台下店你起来，总经理就会惊。啊，你若无用心嘛，啊，无这个机会啦，较无你起来台店，免讲嘛，伊啊起来有错甲平平错。不然讲他拄啊吼，一无讲一个一直扭的，一直扭，那个都是这样，那个都是紧张才会做，那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紧张的一个动作。啊，所以说吼，喝拜拜。没关系的哦，你不要很在意。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场合，这个时间，我来台电来电来这学习，最棒的。啊，我的我个工具本得对班，没有关系，好与不好无所谓，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经验。第二次跟班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会改善，全部都会改善，一定都会改善的。至少啊，哪个有第二遍要去台湾台电上班？你会非常的用心去练歌，你就会更用心了。例如讲，哎，我第一遍唱到不好，这个第二遍哦，我来唱较好的，挽回上次唱不好的面子，所以你就会更用心的。啊，我希望说大家哈，每天都是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的。啊，你的唱歌这个贵点哈，那呢，来录来录进步，录来录好。你正人起来稳，老师正大，你唱好势。我咧讲吼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你听有无？你到任何地方都唱。老师你大，我的唱到好势，搁你到个唱，更如赞。我不骗你，而且老师不在，你更没有压力。老师起来压你大力，那压力就大。我做的东西嘛，老师讲啊，老师我连准唱到介好呢，特别人一唱到哪里你大，我就来唱到外国去做。哦，那个就是要克服心理的障碍，安抚胆下卡卡固的心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、哦，那也不多话了，哎，希望今天大家都很高兴，而且有收获，而且。